嗨，晚上好。哎，Coffee 一直抬着头在这瞅我，嗨。还行吧，不是很暗吧？谢谢冰送的奶茶，谢谢。今天眼妆很媚，大概是跳舞跳花了吧，也有可能是灯光的问题。看，灯光的问题其实没有，就是灯光的问题。等我把头，哎，sorry，打着头了。明明一直都这样啊，有吗？我其实平时妆没有很浓啊。吃饭了吗？没有，饭还在路上，先跟你们直播一会儿啊。反正我眼睛有光，它可能就是灯的问题吧。我也没戴美瞳，就这样。记得吃饭哦，多吃点。好的，好的。不要再撒娇了啊！真的是，好好说话，人。人就是说，想要休息着，好好的就是跟唠个嗑，还得哄着你是吧？谢谢 K 仔送的10个玫瑰花，谢谢。你就正常唠嗑不好吗？啊？非要这个撒娇？吃的好饱，真好，多吃点啊。Hello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呦我天！谢谢六月的小肚腩送的49个荧光棒，谢。你真的有小肚腩吗？还没吃，在路上。看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哎呀，怎么着？谢谢小陈送的玫瑰花。咖啡在我怀里永远是这么的乖巧，是不是啊，咖啡？是咖啡，谢谢 S 送的10个荧光棒，谢。没休息，我练完了就直接过来找你们了。对，等会儿还要去，我等会儿还有排练，我等会儿还要练舞。对，后面这只手不知道是谁的猪蹄子，真无语。魔鬼训练，对，魔鬼训练，对，魔鬼训练还在进行时。哎呦，你看 Coffee，哎，Coffee 享受的要命，他在我怀里也很享受。他在你怀里只想跑，是不是没有。？Coffee，好，哦呦，哦呦，这样坐不舒服是吧？那你趴着吧。谢谢全国第四手送的15个荧光棒，谢谢。Coffee 和他的哥哥，你看他就是想换个坐姿，刚才那个干嘛？他把手搭我手上，你看他现在满脸的表情就写着：“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哥。你看，这真很搞笑。你快看，你看，我哪看？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手一搭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哥。谢谢你为我送玫瑰花奶茶。”他在跟你们翻白眼是吗？你好烦哦，你这人真的很烦耶。佳敏好喜欢躲佳敏，笑死！大佬坐姿，对，说你大佬呢，开心不？哎，那尾巴，我的天，你们看不着他尾巴，这尾巴一直在这儿，眼屎了，靠！你说他也不给你抠抠，一点不注意形象管理，真无语，打死！每天我给你抠眼屎，什么叫每天？没有，等等，一点都不注意形象管理。他不是，他每次就是，只要趴在我身上，他就想睡觉，就是很神奇。
对，是的，看得到尾巴，它偶尔会。哎呦，干嘛呢？原来后面还有个人，对呀、啊。咋啦？怎么的？咋的了？啊？被你会撒娇？啊？你还得怎么着？有衣服吗？他俩不爱穿衣服。对，蓝不掉毛，咖啡掉毛。对，谢谢咖喱粥送的十根荧光棒，谢谢。他可爱撒娇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可爱撒娇？哎，一脸骄傲，一脸哎，你看我哥摸我了，羡慕吗？你怎么气儿嗖嗖的一天？谢谢土爸送的夜蝶，感谢感恩感恩感恩。气儿嗖嗖，嗯，想听 Coffee 唱《爱未央》，你直接报身份证得了，啊，不是说你却怎么说 Coffee？ 对，曾爱我的爱未央，你和我下一段会怎样？曾爱我的爱要发展，你的每一段忧伤，一眼就摘除。谢谢吴语送的荧光棒，谢谢波草送的荧光棒。哈，你扑棱蛾子，你跟他扑棱蛾子啊！悄悄的，今晚相遇这里。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要保密，悄悄地来到隐秘之地，接下来做什么事情？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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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你这里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吃饭去了，去吧。猫猫好可爱。我现在最近喜欢叫他小胖子。你咋跟个大佬似的坐在这里？啊？我跟你讲，他在我，他就是在我就是身上坐着，我只要不把他扔，就是扔走，他是不会自己走的。对，小胖子确实可爱。小胖子，胖啊，小胖子。你忘记了他，他知道，他虽然面无表情，但是他的尾巴就是我喊他一声，他就拍我一下。对，他知道他自己叫小胖子。对，谢谢 ZX 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对，对，他就是，他不想让你叫小胖子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胖。他小小年纪，他年纪比我大嘞。Coffee 多大了？快四岁了。Coffee 四岁了，已经。是不是啊 ？Coffee， 你们别看莱恩那么大体格子，他才一岁多呢。他只是体格子大而已。叫他小胖会生气啊？那狗狗的话会有回应，就不像猫咪。那就相当于人类三十多了吧？是三十多吗？四十多了吧？嗯，一岁相当于几岁？不知道，八岁吧。哎呀，你还得怎么享受啊，咖啡？啊？他不是眼神班考试，他是困了。对，他没生气，他在那。靠在我身上的，刚才没靠上，现在是靠上啊、哦！怎么着，头发影响你了？来，给你把头发弄一弄。啊，头发影响你睡觉了是吧？啊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要拿个靠枕。哎！拿个靠枕靠一下。有点难，有点难。哎呦！要吓着了，吓着了！
我们往后一点。好了，咖啡。你打到我啦！莱恩，莱恩刚从厕所出来。小柯好快乐，对，他确实很快乐。嘚瑟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他每次就是躺在我身上挑衅彭佳敏，一脸挑衅。对，谢谢小小送的玫瑰花。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咖啡？小柯是哥宝，他是哥宝男。对，你在动。今天的妆还挺精致的，对，毕竟是就是上午有工作嘛。谢谢阿彪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恩再多。拿去！他打我，你咋不说？刚刚卡出去了，人家哪打你了？我尾巴打。没打他，是不是？啊！真不错啊！莱恩会不会吃醋？他就是嘴硬，对。哎，人家到现在可没有，就是有在某些人怀里逃走的迹象啊！我跟你讲，打个赌，他等会儿就睡了。如果我一直不动的话，他真的就在这睡着了。嗯、我是不是好几天没直播了呀？哎，爪子有定时，爪子有定时。他尾巴一直在这儿蹦来蹦去的啊，一天得睡好几个小时的。小扣好乖，是他分在哪儿？谢谢只爱喝只爱奶牛猫的老阿姨送的玫瑰花，谢谢希望 S2 的好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还有任务吗？对，就是我上一秒刚跟你们说完，我说等会儿直播，结果下一秒就收到了就是新的工作，所以等会儿排练完了我可能还会再去，就是我等会儿直播完了可能还要去排练。对，本以为我今天晚上可以早睡的，没想到还是没有熬完。但是是好事，是好事，是好事，是好事。对，如果不是魔鬼训练，不可能就是说提升的比较明显。对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是好事。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嗨！我现在已经逐渐习惯了。嗯，谢谢树莓奶酪送的玫瑰花。干嘛？我弄个头发，你也要抬头瞅瞅？好好看啊，小白帽啊，什么小白帽？小哥好乖，是。他就是躺在我身上，就是贼安静，对。哎呀，你再撒娇，我可真的要把你打入冷宫了。谢谢小金来了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真无语，这个人。我那天说啥了？我那天说是不是？我说我受不了很粘人的人，然后我也受不了一直在撒娇的人。这个人上赶着非得就做那个人，要命！不是你说吧？我真的是就是人在很累的时候嘛，就是希望可以安安静静跟大家聊个天，然后呢就谁也不用哄谁那种，就是大家非常自然，就是舒服唠嗑，对吧？就可以了。这个人非要就我开直播的刚开始直播，他就啊，你不理我了，你要打入冷宫了，巴拉巴拉。谢谢泡泡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忒主动了，忒主动了。吃了吗？没有，饭在路上。小黑屋一位贵宾有请。对，
晚上点的啥，还是老样，就是那些菜。我最近吃馒头吃上瘾。睡觉去的这么早吗？去吧，啊也不早，去吧去吧去吧。那吃播吗？应该不吃播吧，感觉有点不太方便。我必须要吃主食，因为我若不吃主食的话，我就没有力气。对，什么玩意儿？馒头，对啊，馒头，罗森的红糖馒头，什么脸越捏越。Coffee， 他们说你脸大 ，Coffee。就那个茄子说你脸大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跟你说你坏话，我都告诉你，然后你就记下来。是谁在那说你坏话？然后啊，你懂了啊？去梦里找他，好吧？谢谢谢谢楠木晨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你看他高兴的，我的天哪！就这么爱吗？咖啡？你这样会让别人很没面子的，你这样让某些人很没面子。嗯，好可爱！你们还能听到呼噜声？哪有呼噜声？上海馒头很少的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北方菜才有馒头的。对，一般配啥？什么一般配啥？吃饭吗？就是家常菜呀。因为莱恩比较高冷，他。不太喜欢就是粘人这样子。对，馒头配啥？就是不用配啥，就是你一边吃菜然后一边吃馒头啊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、而且就是馒头有碳水化合物，就是你吃完了是真的是给你补劲儿、哦、长个儿，当饭吃。对啊，馒头就是饭啊。不吃大米饭，我没有馒头的话我吃大米饭，但是我如果有馒头的话我就不想吃大米饭。对，为什么要馒头跟米饭一起吃啊？不需要啊，大可不必啊，容易噎着，好吧啊，双倍主食倒也不必啊，你就吃一样就行了，吃一样就可以了。其实你说到这儿吧，我不得不就是不想起我妈。我妈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吃那个西红柿炒鸡蛋，就是我说我想吃米饭，就是西红柿番茄汤，然后跟米饭一起吃，然后我妈说行，然后她就蒸了米饭，然后下一秒她就去蒸了馒头，然后她蒸出来之后我就很不理解，我很不理解，然后我就去问她，我说咱不是已经有米饭了，为什么还要蒸馒头？我妈说因为我怕你不够啊。我当时我说两样主食有一样就可以了，咱也不必这么的周到，就是说我当时我觉得就是咱就是也不能馒头就米饭，是不是啊？但你要是补碳水的话，还是吃馒头啊，比较好，我觉得。对，长身体，确实长身体。谢谢鸡腿送的荧光棒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家吃可多了，真的很多。而每次光盘行动都是我清那个盘子。对，炸馒头片，还有那个炼乳小馒头。早上吃哦，我好想喝疙瘩汤啊，西红柿疙瘩汤，我好长时间没喝疙瘩汤。谢谢橘子送的奶茶。哎，这就是宿舍里没有就是做饭的地方，要是有的话我跟你讲，我就每天自己做。谢谢橘子送的巧克力，就是我每天自己做一样也行。谢谢楠木晨送的荧光棒，嘴瓢了。给你们看，我笑死了 ！Coffee 这个表情，
他在挑衅我。对，他在挑衅你。对，你再来一遍。你再试试，挑衅谁呢？挑衅你啊。尾巴告诉你，让你快走，离我远点。你哥了不起啊。确实人家有哥了不起。我你没有。你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那天不是排 Homie Time 吗，然后我就跟他对词，就是我说哎，我们跳完就是跳完舞之后我们加这台词吧，然后他就说那加什么台词呢，因为我当时也一开始没想好，就后来他在前面跳的时候我就突发奇想，我说加一句台词，我就说等我们跳完之后，我就说在姐姐面前你还嫩着点，然后我就让他说，然后彭小敏说对没错，我就是个弟弟。笑死了你知道吗，我们俩在后台在对台词。哎呀，然后呢就是一开始没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扎心，什么时候扎心呢，是在我们俩在后台，然后我换好衣服了，然后高跟鞋也穿上了，然后我就站在彭佳敏旁边，然后彭佳敏就说我就是个弟弟，他自己在旁边吐槽我就是个弟弟啊，自己都忍不下，自己都忍看不下去了，笑死我。臭弟弟叫谁呢，叫你呢。笑死我，就也不知道怎么着啊，就本来没有后面那句的，就是彭佳敏自己说彭佳敏就本来没有后面那句，本来我说完了嘛，我说在姐面前你还嫩着点就行了，就不需要他回复，然后结果我换完衣服呢，他就在旁边说看吧我就是个弟弟，然后我说哎这句蛮好的，要不然你加一个，对没错我就是弟弟。笑死，自己还懂得给自己加词，你才是个弟弟。谢谢南湖橙色的奶茶。那不可能，没有零花钱。啥零花钱？你走开。自我认知很清楚，对，确实。零花钱是多少？那句话用粤语怎么说？你就是个弟弟，用粤语话怎么说？雷。怎么着？连粤语话都忘记怎么说了吗？粤语不太好听。那。你还嫩了点儿，也不对，我听什么像骂人。你先悄悄告诉我，我看能不能播。不行，你先悄悄告诉我，快。不行，你正常说话又没有在骂人，我帮你解释一下就好了。你给解释，玩不起，真的像骂人？没有，你咬啥？打你吗？捧花怎么会是捧花？叫谁呢？这样吧，你想让我叫你弟弟还是叫你捧花？没有一个好听。你选一个，你正常的叫我。两个你要选一个。正常叫你，正常就叫你捧花啊。我不是每天叫你捧花。啊，叫五花肉啊。哎，我就是每一次就是叫他，然后再掐一下他大腿，哦，是挺结实。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，捧嘎门，这个也比那两个叫嘎门。你看叫嘉明，你害羞，那我就用粤语版来叫你，你看嘎门，嘎门。为什么这么搞笑啊，救命。佳敏，你别叫我了，求求你。佳敏，哎，更好笑。我不想让阿姨尴尬，我就。啊，
佳敏应该在厕所。谢谢树莓奶酪送的荧光棒。干嘛？你又在那儿？你要挨揍是吧？哎，你把脚，还得两个人，还得两个人扛着他。怎么着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说了，你最近出镜频率太少，希望你可以自觉一点，然后自觉过来找一找镜头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喊你了，大家喊你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莱恩。你看我干啥？啊？你刚才就挨揍是不是？为什么揍你？你自己心里有没有数？啊？为什么揍你？啊？那塑料袋子好咬吗？啊？这骑手是在绕圈吗？莱恩多跑是什么？干嘛？上来！多胖？莱恩不胖，没有小胖子胖。我哥哥说你没有小胖子胖。谢谢，请你说喜欢我送的巧克力。你看小胖子根本不在乎。他眼里只有他哥，没有他。好好说话。他亲爱的母亲。晚上好。大家都懂吗？我说错了吗？我没说错，对不对？非常严谨，严谨偶像。谢谢 Star 送的巧克力。没差辈，各论各的，各论各的。我没有他这儿子。我有你这个儿子。我没有，我没你这个妈。我有你这个儿子。谢谢香草拿铁少糖少冰送的巧克力。对， Coffee 是我捡回来的。谢谢南木晨送的荧光棒。对，他不能睡觉，不能让他睡觉。现在睡觉，晚上就不睡。啊，你又想跑？啊，我感受到了，你那个劲儿啊，无处安放的劲儿，你跑哪去你？啊？呀？你跑哪去？谢谢 Kiro 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蓝阿姨送的玫瑰花。精力旺盛，真的精力旺盛。什么叫我什么时候温柔似水了？我一直都是。真无语。我力气大，我力气大，还真不是跟男人掰头，我这叫干巴劲儿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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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就是没什么长进。哪里怪了？我们聊什么怪的话题了？你们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怪人吧，就看什么都怪。首先就是因为你怪，所以你看谁都怪啊。您大喘气儿是吧？在这儿，啊，在大喘气儿是吧？
无语，无语。我们新公演还没有开始排练，新公演还没有开始排练。你们不要就是太过于的就着急，就是一开始排练的时候肯定会有会说啊，我们现在开始排练了。现在都还没有忙到就是要还没正式开始排练呢。专治各种就是疑难杂症，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啊。你急你就能看着了吗？你就是在这儿问，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啊。自闭症的孩子都是我们粉丝吗？哎呦哎呦呦！希望可以给他们带来力量吧。谢谢世鱼拉森99个荧光棒，谢谢，感恩。你之后一定会去香港看我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等你们，等你们，对，等你们啊。没有去拔罐，哪有时间啊？根本没时间，我都没时间再去正骨了。谢谢南木川送的光。谁呀？那我金铺。来呀、啊！我来了。这么低的？这么大？对啊。这对啊。哇！那我来录，没关系，没直播好。怎么着？怎么了？去跟军哥玩去。来呀，来恩，来呀！让你们听听姑姑是怎么怪的。来恩，你过来。请你做自己好吗？你来到我的怀里。不要违心好吗？不要这么违心好吗？姑姑每天就 coffee 小 coffee。你现在不像，应该是咖啡，咖啡。没有，你那是什么带口音的？是人家咖啡、啊、但你一般就是咖啡、啊、来啊猫、哎、小猫咪小咖啡，你看这就开始了，是不是跟刚才一模一样？哎，快说我，你这学不像、嗯、哎，咖啡开始骂骂咧咧了，你听你们听、嗯、小猫咪真可爱，小猫咪哈喽。Coffee 开始骂骂咧咧，他没有，他就叫你意识。严明君，全世界的猫都爱你。对，全世界的，严明君内心的就是活动是，全世界的猫都爱我，全世界的猫都喜欢我，哪怕他给了我一巴掌，他也是爱我的表现啊。对。他踹我一脚，就是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他依然爱我啊。全世界什么猫咪都爱我。我回去收拾我屋子。去吧去吧，拜拜。能住了，差不多了。军姑是猫薄荷，强制版的猫薄荷倒是可以。对，落荒而逃倒也没有。对，这谁说的钱？科科的吧，他没拿吗？他看军姑来了，就从厕所沿边绕到我旁边，然后又绕回去看军姑走了，才从厕所里出来。谁？军姑，快来！怎么突然这么热情？我们刚才在研究莱恩他的行走路线。嗯。咚咚咚咚！谢谢小七送的荧光棒，有阴影了。好，我又走了，拜拜，你们接着研究吧。拜拜，拜拜。
我跟你讲，莱恩其实很给面儿的，莱恩他不会，就他发脾气不会使劲蹬啊，或者是怎样，他顶多就是等你放手他才会走，就是他很给面儿。如果他不给面儿的话，就是他一巴掌真的能把你打到怀疑人生。对，谢谢小西送的荧光棒。对，缅因性格是真的好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好吗？你性格好呢，你今天没拿走吗？没，等会儿吃。没有啊，他真的很温柔，就是我很喜欢这种，就是反差感，就是外表很帅但是内心很温柔的人。对，谢谢浩森的荧光棒。对，来去玩吧。体型大了威胁少了性格就好了，那倒不是，他小的时候性格也很好，他这么小的时候跟那么多美音猫待在一起，他都不会跟人打架，就也不会去主动挑衅别人或者骂骂咧咧，没有，就是因为这一点让我在众多的猫咪里面一眼选中了他。对，谢谢新送的奶茶，谢谢瓦斯送的奶茶。哇，莱恩小时候可好玩了，真的。而且就是他这么大的时候，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非常沉稳，这只猫在众多猫里面就沉稳到不行，就其他猫都在那里打打闹闹，要不然叭叭叭叭，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旁边这个样子。就这样，谢谢小西送荧光棒，我一点都不夸张，就是他们太闹腾，我乏了，我麻了，已经就在这，很高冷，然后也很沉稳。就是比如说别的猫来，就是那个啥，它不会去主动挑衅。就是它是觉着我不会主动挑衅别的猫，但是如果你来挑衅我，我会把你拍在地上。就是它的性格，就是你不惹我，我就不惹你。你要是惹我，我要让你怀疑人生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就是怎么说呢，他很三观很正，我很喜欢。对，人狠话不多。他现在体格子等是 coffee 两个的，对，coffee 有被收拾到怀疑喵声吗？莱恩不会收拾他的，就他们两个打打闹闹是那种，是真的在闹着玩的那种打，莱恩是不会跟他就是真的动手去打的，对。什么时候还要去排练？哇塞，您这个小。给你留个面子，留个面子，下直播再喊。谢谢薄荷草送荧光棒。我跟你讲，莱恩趴在我身上是什么感觉呢？你仿佛你身上盖了一层毯子。他手感也很好，他们两个手感是不一样。Coffee 的手感是那种胖乎乎肉感 ，Coffee 是肉感，莱恩是毛感。就是你懂吗？内涵谁呢？对吧，他们两个。哎，我可没说啊，我内涵谁？我说 coffee 是肉感呀、啊。我有说别的话吗？他本来就是。有人急了，朋友们，有人对号入座了。哎，怎么还有人对号入座呢？怎么这样子的？有人 Q 吗？没有人 Q。这个佳明怎么回事？这个佳明怎么还自己对号入座的？我们可没有说他啊，对吧？刚才我们一个字都没有 Q， 对不对？他急了，他急了。对，不是护孩子，你看，还有单纯的粉丝在说你护孩子。我觉得他说的对。你看吧，这位朋友过于单纯了啊！他
他说那句话是护孩子吗？不是呀。他是觉得没有，是你单纯，是你单纯，确实，对，他是瘦好多，夸你，他们说你今年瘦好多，他们觉得上年纪了，上年纪了，胶原蛋白流失。厨子开学了，确实，他们说厨因为厨子开学了，所以冯佳敏瘦。因为我开学了。嗯。真的，就是当时我每天做饭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，每个人见到冯佳敏，鹏儿啊，最近伙食挺不错的吧？每个人，所有人见鹏儿啊，最近。吃的挺好啊，笑死！自从我开学了之后，彭佳敏就开始日渐消瘦。对，一下回到解放前，好香，好香！有第三香吗？太好，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。对，他还送了一个什么？这是啥呀？什么啊，你帮这个怎么开啊，我帮打，没关系，再聊一会儿。谢谢木子送一个棒，谢谢橘子送奶茶。我啥，我哪有空吃饭呀，我不是刚刚回来，刚排练完回来我就来给你们直播了吗？我就想先给你们直播，然后等会儿再慢慢吃。谢谢叶子送的一个棒。什么什么相思病，别自己脑补，他只是撕饭而已啊，啊是啊，他只是撕他的小馄饨，是吧？啊，咖喱鸡，啊咖喱鸡，他想吃咖喱鸡啊，可乐鸡，可乐鸡，那你都说一遍完事儿呗，你跟我说你啥不撕？辣子鸡不撕啊？不是，我不撕，我提着我说一遍，哇哦。今天天气冷吗？看我露腰，我露腰，我露腰是需要工作需要我才露的腰，不然我不会露腰。谢谢老二送的玫瑰花。哎呦，把名字改回来了，不做泡泡了啊！你往这儿顶。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？这人怎么这样子？行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吃了，给你们看看。看不着，行，就这样吧，看我吧。谢谢郭草送的荧光棒。今天，我们今天的东西已经排完了，剩下的是我要排我自己的东西。谢谢姚总的什么什么味道，萝卜吗？你吃啥呢刚才？我就在想为什么会点萝卜。啥？他送的。为什么每天都要送我们东西啊？真是错啊。这劝劝小鹏吧，让他别赌了，他又赌啥了？我赌啥了？谢谢姚总的荧光棒，谢谢 Kinder 送的荧光棒。他没赌呀，给你们看我的馒头，两个，真的有点小。没有，你还有玉米，还有粽子，甜粽。我巨爱吃蜜枣粽，朋友们，那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。哎哎，你要来，这不能让你瞅着。我好适合戴这种帽子，对，我比较适合戴棒球帽，而且一定要是圆顶，就我不适合戴
方的那种棒球。你干嘛、啊、你起开。而且你知道我妈上次给我寄了一个山东大馒头，这么大，比我脸还大。这个点吃饭会胖的，太好了，我巴不得。虽然但是啊，不要这，最好是不要这个点吃饭。但是呢，我是因为工作原因，所以我这个点吃饭啊，不要学我，好吧？人家说的是对的啊，要听人家的话，不要像，不要学我。对，就是我实在是没办法，工作需要。第三千，哇，这个好好吃，我真的觉得它是个甜甜挺好吃的，嗯，这很北方，这是北方甜甜圈，可能是我自己做出了自己的味道。开餐馆没有？没有锅包肉，嗯，对不起，掉到你的床上，反正不是我的床，我基本也不是这个床，笑死，可好玩了，然后前两天我们就是在吃饭，然后在床上那个小桌子。然后我就说慢点小心点，别把那个饭撒床上，然后就说反正不是我的床。好疼，好疼，我不可能热量大于消耗的，你放心，我是一个消耗非常大的人，我想不消耗都难。Thank you。哎，还有个小的。我就是很可爱。我跟你讲，抛掉你们在舞台上对我的印象，就是我私底下跟舞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是你经常看我直播，你就可以发现，或者你来线下见我，就是你就会发现真的跟舞台上不一样。你笑什么红花？你管我，要你管。本来就是啊，你要是说不要脸，你就不要夸啊！真的难顶。哎，你夸了还不让人家自己说，人就是这么的双标，是吧？双标臭弟。没走心，更过分。想吃芋头。什么？有人说话吗？刚才？不是有人说话吗？我。什么？风有点大。我也没听见啥，
这个人指定眼神不太好使，这个许冬天。是幻觉，没错，可能是我幻听了。哎，你不是自己煮糖水吗？那想吃蘸白糖的呢。听见了吗？啊？出去吃吧。年纪不大，确实耳朵还挺，确实耳朵有点瞎。谢谢，欢迎多多了解啊。三十年后的我是吗？你吃米饭吃不腻吗？你吃馒头吃不腻吗？那不要，才吃几天呀？那我才吃几天。不是啊，你像你会一直吃米饭，就是不是像我会吃米饭跟馒头换一下。会呀。北方人跟南方人开始 battle， 来 battle 开始，从现在开始 battle。我觉得酸辣土豆丝好吃，一定要吃辣的，太辣了，而且一定要是酸辣，就是放醋的。你试试这个醋真的好，哦，试一下。他送了一个萝卜，然后呢，刚才潘佳敏吃了一口，说。很酸，接下来让我们尝一下它到底有多酸。也不是很酸，就是醋特别，醋味特别大。我好像知道了，不是萝卜的问题，可能是你人的问题，毕竟你不爱吃醋。有没有道理？直接咬行不行？有没有道理？有味儿吗？多大的醋呗？可是酸萝卜就是这样的。谢谢不是黑粉送你一个吗？因为他不爱吃醋，所以他就一点点醋的味道，他就会就是吃出来。但其实就是北方的那个味道，对。谢谢摘到月亮送的三个荧光棒。他不爱吃醋，你还给他带吃醋。他们说你爱吃水煮白菜。我就说今天少了点什么，忘点白菜了是吧？点了个白菜。谢谢小七送的荧光棒。其实他跟我吃的口味已经偏北方了，对吧？他现在完全不是一个南方人的口味，他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广东人这件事情。你们看不看粤语都已经。真的不好听，不好不好。太偏了，就我很神奇，就是我做的饭味道，就是南方人跟北方人好像都挺爱吃，是吧？嗯。因为有很多人都吃过，就是南北方，就是他们都吃，就是比如说南方人吃了就是说啊，这个做的很味道很南方嘛，然后北方人吃了，哎，这个味道做的很北方嘛，然后就是都爱吃，就很神奇。这
只能说你做得好，一般才都做。哇塞，我谢谢你。一般才要么南方要么就北方。跳厨需要我不行，是不是你能南北结合？那我就是那个中间人。就是每次我们就在外面吃饭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点了，就点着菜，然后他们就吃了一口就说，我觉得没有你做的好吃，疯狂在暗示，然后我就当听不懂。嘴痒掉了，这是什么？你又吃啥了？这人不吃姜，不吃香菜。本来不吃葱的，然后被我放调料放了，能吃葱了，是不是？嗯。确实，这本来不吃葱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下那个小馄饨嘛，会在那个汤里面就是放葱花，然后这样就是可以提鲜。就本来他是不吃的，哎，不对呀，你吃小馄饨的时候后来也放醋了呀？我没放醋，加了一点。我放的是酱油，我一直都不放醋。不是酱油，那是我本来就加的呀。可是我没放醋呀、啊。放葱花。嗯。就本来是不吃葱的，然后呢？自从我说加了葱花很好吃，加了一次之后，后来每次我说加葱花不要。芋头点白糖也是你带的。哦，对啊，那本来就应该点白糖。不是我惯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吧，像我不吃心，就是所有带心味的东西我都不吃，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。对，他们说等他有钱了要让你去种香菜。什么？为啥？因为你不吃香菜。对啊，我海边人不吃腥不也正常吗？毕竟每个人的口味不是说根据你住在哪儿定的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啊，新疆人还不一定会动，就不是都会动脖子，对吧？一个道理啊。不要把个人口味跟地域扯上关系，好吧？没关系啊。我不吃腥，怎么可能吃鱼腥草啊？这位朋友，你看这种上课不好好听讲吧，真的是。我一直在说，我说我不吃腥，不吃腥，然后下一句，那你吃鱼腥草吗？你这样上课一定会被老师罚站的。你上课都睡觉了，看出来了。鱼腥草真的很腥。当时在重庆，我们重庆巡演嘛，然后点了一份土豆，就是路边摊那个土豆，然后里面就有鱼腥草。我当时没有不知道，我也一次都没有吃过。我就吃了一口，立马就吐了。太难顶了，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永生难忘。对，不能吃腥的就不要吃了，真的不要吃。我那一晚上都不是很舒服。对，
有啊有啊。花水少女。啥？我看。快快快快快！别等我出来。折耳根不就是鱼腥草吗？对呀。你才看着啊？对。那确实是想让我当场下班。那就你们握就好了嘛。柚子茶见面会跟我没关系啊。我走了，你们继续。确实，我给你们腾地方啊，我给你们腾地方。这得亏拳头不能伸出屏幕，不然就有生命危险。新人小粉丝求加一个什么？见面会吗？来呀来呀！柚子茶没有了柚子。就啊，这倒也不必啊，不会的。我第一个不允许，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，懂得啊。晚上好。今天美的好独特，那美的好独特是哪种美？美的好独特是哪种美？没事，等会儿再吃，消化一下，也不能吃太着急。你们真的是看这样盲点啊，下个月初再去剧场见我行嘞。下个月初，我现在很遥远的事情我都不敢答应你们，因为我不知道哪天就有什么事情。上次有粉丝问我，你18号公演在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我说每次都是一定要临近了我才知道有没有事情。青年大学生。看我，看我。你要是喜欢，你截个图，然后呢，你把它放你的就是手机当手机背景，怎么样？这么喜欢的话，你抱着它睡觉呗，要不然，啊。少来你们，少来啊。
不是抱着我睡觉，真有你。话可不是这么传的啊。话是让你们这么传的吗？咖啡，不能睡，咖啡，醒醒，嘿，醒醒啊，不到睡觉点儿啊，他俩作息太健康，不要睡觉啊，别睡别睡，不能睡啊，不能睡啊，起来嗨，起来嗨。为啥不让咖啡？因为他现在睡嘛，这早上就前闹腾。咖啡，哎，醒醒，咖啡，咖啡。他确实半夜跑酷啊。开点音乐行。来点音乐。在哪儿啊？强行蹦迪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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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不在我身边，他今天早上是这样的，我其实今天早上是要早起的，然后呢我定闹钟，但我在我闹钟响的前两个小时 coffee 就站在了我的脑袋边上，把我甜醒了。你知道我内心有多愤怒吗？我本来觉着不够睡，这闹钟响提前响了两个小时，他就在那里，就在这里把我甜醒了。我推开他他就回来，推开他他就回来，然后我实在是就是没办法，我就咔把他推走了。等会儿又来找我，又来找我，我就当我在睡觉，他只要看我在睡觉他就不会那啥。我不懂他为什么，我就装我看不见他。可能真是太爱了吧，没有办法，这份爱太过于深沉，我经受不起。没电了，怎么着，羡慕成这样了吗？哎呀，别那么激动，别那么激动。哎呀，这个他为啥只爱我？我心里没点数吗？那我哪知道？那你得问彭佳敏，干什么？干什么让 coffee 就是心如死灰？是你妹妹。谢谢小西送荧光棒。拉倒吧，啊！你刚才吃啥？吃辣椒了？给林北整饭吃。林北是谁？谢谢共黄昏送的三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树莓奶酪送的荧光棒。对，咖啡，醒醒，咖啡，起床了，咖啡，不到点儿呢啊，嗯，醒醒啊，不准睡啊，醒醒啊。来来来来，睁眼！
把眼睛睁开。coffee coffee 清醒啊，不准睡啊，睁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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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睡觉的时候。莱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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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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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睡了别睡了，起来动一动，醒醒，别闭眼。太忙了太忙了，别闭眼。哎哎，咖啡一把给他薅醒。醒醒醒醒，太能叫醒了是吧，一嗓子吼醒。来我看看谁还困，我给他吼醒了。来，我发现我现在嗓门比以前大了很多，你不觉得？不错，嗓门大就证明我的声压上来了，非常好。证明练歌还是有效果的。声压这个东西是练歌，懂不懂？不是，能不能就是说不要去找外界因素啊，能不能就是多说点儿跟自己有关的东西，不要总是去找外界因素好吗？那我们就没点自己的努力了吗？真的是弄一个录音当闹铃，刚才那段你就可以录下来啊。谢谢 Kinder 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平时都是自己，就是自己练啊。哎，我真的，我发现吧，一个就是不管什么事情，就是有无数个版本。去吧去吧去吧，晚安。哎哎，刚醒了怎么又睡过去了？来，啊，醒了醒了，太忙了，明天，我不意外，让我祝小西不在，什么？没关系，就是你正常发挥就好，发挥出自己该有的水平就好了。对呀，就是我很不明白，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练出来的。你要是说谁都能传染的话，那大家互相传染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大家都一起跳舞。跳舞都很好，然后大家唱歌都很好，那还有什么那啥啊？来个天才传染一下我吧，传染一下我吧。哎，你就是传染别人的。您别抬举我了。嗯。听什么歌？听什么歌？你放吗？要。还是？你不是已经脱敏了吗？你想听啥？样，哦，刚才没想听样，那你说呀，你说呀，我不行，别，你说呀，你想听什么？你快说，我不想听，你快说，好样，我知道了。
看就是满脸都写着这两天样子，这虽然他没有说出口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。哇塞，你真厉害。那确实确实。咱直播就不能不总是听公演的歌了吗？公演歌都已经我们平时都要听麻了。嗯，我看看啊，随机挑选，随机挑选。我们直接放排行榜吧，放点儿 rap， 可以。你可以什么？你想听药啊？我不想，不想说。rap 挺好的。看你这么执着，一看就是很想听。哇塞！黄佳敏一直在旁边，在看我有没有点药。他这么想听吗？就让他听呗。小鹏啪了，你俩蹦迪了，你俩行行，好呗，蹦迪了，蹦迪了，蹦迪了，起来嗨嗨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都这样弄他了，他都不踹，他跟我撒娇，他跟我撒娇，我要这样弄他，他早踹了，我把咖啡薅起来，他跟我撒娇。可见 coffee 对我的感情有多么的真挚。你再说一遍你的。我说我要是那么弄他，他早脚就踹你了。就是我不管怎么搞他都就随便让我搞，但是如果别人就不行，别人就他早就开始骂了。谢谢点点点送的荧光棒，谢谢狗运送的。他认为我是老大。没有，他就是个哥宝男。就是个哥宝男。妈妈养了四年成了个哥宝男。哎，黄佳明养了他四年不及 coffee 见了我的第一眼。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。就是彭佳敏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，但确实是这样。就是 coffee 他是一个就是很高冷的猫，就是他不会主动去接触一个人，对吧？但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跟彭佳敏也没有很熟，但是 coffee 见了我的第一眼他就跑过来了，就跳到我腿上，然后就一直在扒我腿，就想让我抱他，然后我就抱他，他就跟我了，就一下子跟我了，就别人都他都不跟的，给我看愣了，当时。对，彭佳敏说给他看愣了，说 coffee 从来不会这个样子。是不是 coffee？ 我什么时候？哎，还舔我！哎呀，哎，我把他弄醒了，非但没有骂我，他还在舔我手指头。coffee， 好吗？哎呀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彭佳敏说 coffee 它其实是个很高冷的猫，我一直都不相信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体会过 coffee 的高冷。旁边那个人在痛哭流涕。他到现在他都还觉得很神奇，他为什么在见我的第一眼他就那么喜欢我。就 coffee 是真的见了我第一眼他就跑过来，然后就是扒我裤子，然后跳我裤子上，然后就一直趴在我身上，谢谢无语送你，不跟别人走。对，他从来不跟别人走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见了 coffee 一面，然后后来我说我要把他抱到我房间去玩，就跟我走了，跟我走，也不回，也不着急回来。谢谢阿九送了十个巧克力，谢谢谢谢。
这大概就叫一见钟情。是是是，对对对。彭佳敏时常会感叹一句：“我养了你四年，都比不过人家一天。”谢谢徐佳琪帅气送的巧克力，谢谢谢谢。所以是为什么呢？四年白养了。谢谢小人送奶茶。所以是为什么呢？所以是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。所以是为什么？哎，彭佳敏不甘心要去报咖啡了。所以是为什么呢？你问他，他能告诉你为什么呀？你跟妈妈说说。因为猫会选主人，如果那个人有安全感，它就不会叫。哦，是吗？它觉得我有安全感，所以它很愿意待在我身边吗？妈妈平时教你就高冷。你有我高冷啊？我不比你高冷。哇塞！他说了这句话，我又想起来，我不比你长得帅啊。我是真的高冷。哇塞！我又想起他这句话，我不比你长帅啊，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才是瓜。我只要比你瓜好吧。对于不认识的人是这样的呀。我要笑死了。好奇莱恩，高冷，长得比我帅，对，这几个标签会一直跟随着他。当一很得意。小学瓜也是瓜。你才小学。他们说的。卡哇伊也是一，你们都是什么人才啊？确实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确实没什么话可以反驳。对，他确实卡哇伊。对，咖啡，你去的姿势，咖啡要回头。喂。更够的还是跟妈妈。你跟谁？他们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地震？谢谢小西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来，这张表情真的巨像。谢谢小爱苏多瓦送的荧光棒。但其实确实，这张好像我啊，这张好像我。哎，给你们看一张很像我的照片。
是不是很像我？那个小表情怎么一模一样？看不清，这是什么姿势？谢谢第四首送十五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我不是猫系偶像，我是蛇系。湿系哪有湿系啊？我是蛇系的，我是蛇系的，你不像蛇吗？多损呢！这话也就彭佳敏没看见，你要看见你，你可能就被拉黑的。是吗？我跟你讲，有个 ID 叫“共黄昏 S” 的朋友说：“哈哈哈，主人 A 猫也 A， 主人肉猫也肉。”不要来我的直播间。把你请进小黑屋。嗯，怎么了？你笑得很开心吗？主要是我觉得他那句话我没办法反驳他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反驳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。哪对了？对哪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呀。哪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教你们一招，如何制裁彭佳敏。你一定要反问他，他就答不出来，真的。他后半句就不对，我就觉得后半句听。哎，我们之后用反问的反问句来问彭佳敏，你再问一遍，你再问一遍，你为什么不问？我就是不问。你为什么就是不问呀？我就是不问。你怎么能不问呢？你这么啰嗦呢？你怎么能不问呢？你看，学废了吧？学会了啊！你不要把治我的仇在那儿。学会了啊！广遍的告诉你的粉丝说学会了。打死！学废了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啊、哦，太多了，这不是怕你们记不住，学一两招就好使了。说好像管用，不管用吗？管用，不管用吗？还有什么招吗？没有啊，不需要招，正常对话就可以了呀。什么叫正常对话呢？就是不需要专门去想这个招。你要治我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哇哦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哎，我一个玩偶就把你打趴下了。我可是，不是我说啥？我这个玩偶你就在这不行了。我可是一个天秤。哇哦！我这个狮子都好害怕呀，可吓死我了！咦？你怎么就倒下了呢？这位天秤座，我人也没说什么呀，你人就倒下了。谢谢仔仔送二十个荧光棒，谢谢。你找曹白白也没有用的呀。如何治？如何治狮子？哎，你不要在这掰手腕，没有掰过我，你就在这是好气人啊！你知道公报私仇，懂不懂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是我耳朵瞎了是吧？真去看陶白白啊！哇塞，这个人真去看陶白白了。我跟你讲，人生吧，还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。可以的啊，星座只是一个参考啊，人生还要靠自己来走，是不是？
怎么了，天秤座？啊，怎么了，天秤座？你为什么在哈哈大笑？你管我？为什么不管你，天秤座？确实，确实，我会喜欢强，就是比自己还要厉害的人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天秤狮子是专门制裁天秤的。没有啊？没有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了呀？我也没说什么吧。我上升是个射手，还好啊。然后呢？不要惹我。你也不要惹我。我跟你讲，他用天秤压不过我的时候呢，他就说自己是个天蝎上升，是吧？天蝎？怎么了，射手？怎么了？射手没怎么的，你别看陶白白了，看的好像你能看懂一样。可以，你看懂啥？你给我念一念来，我看他说的准不准。还没看完呢。好长的。你在这看文字版还是在这看视频？嗯。还没看明白。谢谢金鱼送的20个荧光棒，谢谢。他看完了以后说了一句，没有什么用啊。不，曾郭不是克狮子，曾郭怕狮子。应该是狮子克曾郭。没有啊，我们队也没有很多狮子。天秤座，看啥呢？天秤座，看视频，不要打扰我。还又看视频，不是没用吗？还在看视频。换一个。天秤不死心，现场学技能，确实。我教你啊，你不用看视频。他说什么？你给我念念，我看他说的准不准嘛。来，你说。啊，你说。现学现卖啊。他说狮子遇到比较温柔。嗯。婉转，就是不跟狮子正面刚的。嗯。就拿狮子没有。什么拿狮子没有办法？就这个人，嗯，拿狮子没有办法。没听懂。啊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治不了，是这意思吗？那就是没有办法治。那是啥？我在这儿。所以你刚才看就白看了是吧？又白看了，又重新找了一个新的视频。我再找找，对，我再找找，成了他的经典语录。谢谢金鱼送了20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我支棱了几招，
我教你吧，这样子。狮子座喜欢什么样的？就是沉稳的，沉稳、稳重、大气。嗯，然后。有格局，就是不要就是斤斤计较那种，然后性格需要有反差，就不要一成不变，就是一成不变就没什么意思。然后呢，狮子喜欢比自己强的人，就是很。就是比自己强的人他就会很欣赏，别跟他母爱了，都是打工人啊，没有什么母爱不母爱之说啊，都是就是朋友就是朋友，麻烦你们不要再去在那儿想那些事情，好吧，就是朋友啊。然后喜欢做的比说的多的人，然后喜欢真诚，不爱说谎，就是很实在的人，就是很直爽的人，不喜欢拐弯抹角。然后就你不能骗我，如果就是一次我可以原谅你，但如果有第二次，那就是我不会跟你怎样，但是我之后也不会跟你有多么近的距离，这样子，对，就不喜欢粘人的那种粘人，什么事都粘人，不喜欢话多的，然后呢，然后喜欢那种，就是我给你是我想给你的，而不是说我问了你想不想要之后我再给你，懂吗？就是，就是狮子座其实很浪漫，他也喜欢浪漫的东西。对，还有什么？就是狮子座正义感非常强。就是他狮子座真的会看不惯一些让人不理解的事情，是真的会就是对于一些就是自己不理解的三观啊，或者是那个就会就是心里有数，就会很排斥，然后但是我不会去就管别人，但是我会了解啊这些东西，对，就是因为狮子座是个非常正气的一个星座，我觉得，对，没有，其实不强势的，就是那你只能说那是他的领导力，就你只能说那是他的领导力，就是。如果你不需要他去领导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就是默默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是需要展示领导力的时候，他也会展示出来。其实并不是强势，是气场，就是狮子总会有一种气场在那，就是这个的确是会让别人误解这个点，但确实我觉得不强势，我觉得吧，你什么时候能看到狮子强势呢？也不说强势吧，霸道，就是对喜欢的人，就是狮子喜欢的人，就是狮子喜欢一个人就会把全世界都给他，然后你甚至就是很霸道的对这个人好，那个确实是，但是就是分得清，就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，这是两回事，你分得很清。但是我只是说我啊，不代表所有的狮子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我只是在说我自己的这个症状。
症状是什么？这我所表达的仅代表我自己啊，但是不代表所有的狮子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星座它只是一个参考，但是真正什么人，就是人都是自己围的，我只能这样说。对，具体以食物为准。对，因为我见过很多人，就比如说啊，被这个星座伤了心，然后就啊，这个星座所有人都这样子，但其实并不是啊。以上仅供参考。怎么着？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对，以上仅供对于我对号入座。确实是这样。而且我不喜欢吵，我是真不喜欢吵。谢谢鸡腿送的荧光棒。Maybe have a good night,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. 放弃了，刚放弃了，上一秒刚放弃。谢谢向天空飞翔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向天空飞翔送的巧克力。就是我不是一个很爱闲聊的人，就是要聊可能也是要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闲聊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忙事情。聊着聊着又确实没什么好聊的，就是也没时间聊。对，哦，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我比较喜欢言行一致的人，就是，我不喜欢就是嘴上说但是没有做的人。然后呢，我比较喜欢有态度的人，就是。谢谢小七送你光棒。就是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做好是一回事情，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态度又是另一回事。就是我会分清楚这些东西，就是自己心里会有一个衡量。好，谢谢小七送你光棒。就是对，做的好不好是能，就是你能不能做好是一回事，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态度是另一回事情。我觉得态度比你能不能做好更重要。好，笑死了！这个标题，狮子和天秤吵架谁赢？然后或者是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，就是没有说到做到，然后就只是一直在嘴上说说吧吧吧吧，但是现实生活中一点行动都没有，就。可能就是跟我刚才说比较欣赏，就是更比较欣赏有态度的人吧。红花还不放弃？你不是说放弃了吗？怎么还在找？我看到，看啥？狮子跟天秤吵架谁赢？然后呢？帮我们念一下结果。天秤会拖拉一段时间。拖拉一段时间。就拖着不说。我也拖着不说。
你脱我也脱。但是你发现了吗？你真的爱脱。我也没有脱过这个。你爱脱。那只是因为你看到我不对劲儿了，所以你不敢脱。开始反问，你不要反问我，对吧？那是因为你看我，你看我情绪不对了，你就意识到哦，不对，我不能，我不敢再脱了，我要跟他问他，他怎么了？如果我情绪上没有变化，你可能就会一直脱。那我不知道我怎么问。什么你不知道？就我不知道你生气了，你不会问吗？没有啊，是因为你看出来了呀。啊，对呀、啊，看出来肯定要问了。啊，是的呀，所以你就没有脱了呀、啊？你问了，所以你没有脱。是。啊，我知道他说的脱是哪个。谢谢玉送的，哎呀呀呀呀！别说别人生气。谢谢老爹送的巧克力奶茶玫瑰花一元棒，谢谢。别人生气我看出来了，可是我不想管，我也不会。那我也会啊。是这种错。这是什么你懂吗？那是别人。对啊。不，咱俩现在在聊个狮子座的，你怎么这就是天秤对于别人。我跟你讲，你这种上课是会被老师罚站的。就是天秤对于别人是。真无语。看出别人生气不想管就不问。哎，在这里唠跟天秤跟狮子，他在这跟我跟我扯，他说的是别人，逃避型跟解决型的 battle。谢谢小然送的巧克力，对，但是天秤最大的特点就是逃避，是吗，桃花？逃避了吗？啥是逃避了？你说可以，不要面带微笑，显得自己很心虚的样子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逃避，每次都是速战速决。笑死！这哎，他们说这就开始了逃避。说着说着就开始。没有。逃避可耻，但有用。请大家记住，他今天晚上说了多少句我没有。我跟你们学一下彭佳敏吧。我跟你讲，我生活中的乐趣就是学彭佳敏，太搞笑了。那你今晚有什么新的要学吗？彭佳敏啊，有一些他自己不是很理解的事情。他就会在那里跟你莫名的生气，说完你，然后自己在那气得要死，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无理取闹，是吗？我就不说话了，然后呢，他就觉得是我生气了，你懂吗？他就反过来，就是他看到我生气了，他又不敢主动跟我说话，他就在想我怎么又不能又能。不失尴尬的跟他接上话，然后呢就是又就是看不出来，哎，他就这样想说什么。他就谢谢single lady提供奶茶，他就这个样子。比如说在哪他看不出话，我就这样的，他不是看不出话，他就你咋的呢？我说没事儿，然后我就继续不说话，然后吃饭不？我说吃，哎，看似慢不行，我吃，然后就不说下一句话了。然后彭佳敏吃啥呀？然后我都行，看骂不都行。然后他就把手机拿出来，你选吗？你想吃啥？然后点完了，
自己在旁边，好累啊！自己在那儿，然后等会儿靠在这儿，叔叔开车也太猛了吧！然后一会儿就是摇到这儿，往这儿靠靠，然后往这儿靠靠，然后这儿，等我晕啊！看没人搭理他，然后他就在那看，说没有人理我，然后就在那，你咋的了？我说我没事啊。就疯狂的在最烦生气的时候不说话，因为我知道拿捏，你生气你就说嘛，非不说话，我没生气，我没生气，对啊。没有啊，对啊，然后没生气啊。现在骑五层巧克力啊？不，他是属于那么什么呢？就是他发脾气的时候他自己意识不到，发完之后他就意识到了，他属于这种，真的很好玩。我说当时叫一一列举吗？发脾气当时是没觉得自己发脾气，我嗓门就是大了点，要比嗓门大吗？你就说我凶什么？那确实没有什么。晚上好，还有彭大米，哎，我要还要学给你们学。那个抖音，你把你手机给我关上给我，我不打开，我给他们演一下。我只是拿你手机用一下，就没什么搞抖音。哎，给你们看，学一下彭佳敏在刷抖音时候的神情，太搞笑了，这个人。就是，我们都在刷抖音嘛，或者是有时候在看东西，然后彭佳敏把手机。你看，这个老搞笑了，我给你讲，真的太好笑了。然后他就给我放这，然后我就这样，哦，然后他下一秒，真没意思，然后就走了。就是明明每次都是同样，就是每次都是同样的，啊，好笑吗？但他每次来的时候都是。你快看，这个太搞笑了！每次都非常热情在跟你分享这个抖音，然后每次回应都是一样的，但他依然是坚持不懈的以饱满的状态来跟你分享这个抖音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烦？哇，那太搞笑了。嗯，还有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泼我冷水？我说搞笑的时候你是不是？确实不好，哪里好笑？一只猫在那卖个萌，你都能笑得要死。我这搞不懂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在这儿。可爱啊！救命！看见了吗？彭佳敏喜欢可爱挂的，最喜欢可爱挂。以后就是粉丝可以多穿点小裙子呀，打扮的可爱点去见他，他喜欢可爱的。是不是？是啥？我不喜欢可爱的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我自己。别说了，起。臭弟弟。那你喜欢我穿什么样来看？我希望你们穿正经点来看我。我怕了。什么吊带裙啊？我怕了。他都喜欢。不，我喜欢你们穿帅一点的见我，就我比较喜欢帅的，就是跟我一个类型人。完蛋了，之后穿小裙子的所有人都穿上了西服来见我，白衬衣啊，西装裤啊，西服啊。哎呀，怎么做呢？
就怕比我帅，我巴不得啊。不用害怕，我自己练，我自己练，不是所有人，是我自己，我自己的事情。你不会又在刷抖音吧？又开始了，在旁边。在智力这方面，狮子女略胜一筹。那是略胜了。这不是说天秤女不聪明。是大多数没有狮子女的反应快。这真不是我说的，这真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自恋吧，这是他自己念的啊。我被侮辱的。咖啡喝水去。这个后世的背影，我不是要那种帅，我不是让你们西装革履，我也不是让你们穿的像都穿正装，我要的是那种，哎呀，就是干净干净的帅气，或者是就是帅，对，感觉上，对，对啊，就是穿的正常的那种帅就行。对，有自己风格，一定要有自己风格，对。然后其他家的粉丝都盯上了我们家的粉丝，然后指着我的弟弟说：“哇，看好多依靠。”笑死了，有画面了。我可没说，我可没说，我说的是依靠。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对啊，没有问题。我可没说，你们。咖啡，我也不懂，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你听药吗？彭佳敏真的受不了这首歌，我也不懂。
小说，我想住进每一个，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。你们唱会儿歌吧。你在模糊的时光，我想住的每一个，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。快乐和总和去，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。对你我最熟悉，你爱自由，我却更爱你。不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。宁愿换个方式，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。多远都要在一起，毕竟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说爱我的语气，像你望着我的眼睛，我想忘记每一刻，让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行。想想你是我的唇印，想想你是月的裂隙，想想你离开的一刻，如果我遗留下你的勇气，我能习惯远距离。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，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我已经不再存在你的心里，就让我独自守着回忆。对，多远都在一起。不会掉颜色，你能不能不离开呢？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，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。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谢谢呜呼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。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我是孤独。谢谢艾迪送的玫瑰花。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为什么叫我剪头？谢谢 JYD 送的50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1845Q 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一个有意思的小朋友送的20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看着窗外的小星星，心里想着我的秘密。谢谢蜗牛送的20个荧光棒。爱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。谢谢施大强送的23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。啊，有一种感觉，我想说明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点点靠近，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一种特殊感情？啊。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，
我心里的秘密是我好像喜欢了你、你陪着我的声音就算傻了也动听，这种累了的声音是最温柔的证明、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、有一种感觉我想说明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点点靠近，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一种特殊感情、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，我心里的秘密是我好像喜欢了你、这模糊的关系是莫名的美丽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、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每天一点点靠近，这不如别人无法理解的特殊感情、我要让全世界都清醒，我心里的秘密是我会一直深爱着你，深爱着你、谢谢小七送的五音广棒，哇哇哇，谢谢谢谢小单调送的皇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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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前奏20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又是一个夜，又是一片落叶。其实就我想学一下这首歌，只是我词儿还不熟，我只会唱前面。又是个一个夜，一飘的夜，在一条春暖后的街，我望着月亮，忘了是雨还是泪水，突然划过脸上，欣然的自语，我却又听不见。白天我总笑容满面，什么美誉我总辗转难眠，心里和压抑到底如何分辨，说要做自己却不敢对自己正面，原来孤独是灯光下所有人都对我佩服，一直害怕自己退一步，你别停下，有个声音催促，但后面我就跟不上了，我就只能跟上前面。这是应该谁的戏，我看着一路多少人都不够，到最后怕自己也没什么不同，也被谁被谁走走，皎洁的月光倾泻寂寞，洗尽年月破的我，熄灭我吞下的烟火。我从小到大，满心都会做到第一位，在艰难要追呀。再累我不流一滴泪，我有多长？我挣了一天力气，父母能够陪我，让我家里几个岁。谢谢薄荷早送的一个棒。等我再记一下这首歌词。
藏着的月光，寻着寂寞，洗尽年月过的我。对，我觉得等我找找是否我自己的调，然后再学一下这个歌。然后给你们听这首歌，先去睡了，去吧。谢谢博草森林光芒，谢谢酥皮樱桃派送的十粒光芒，谢谢谢谢。说不出说不出一句话，连我自己都很惊讶。面对最熟悉的你，曾经最熟悉的你，哦，我竟如此害怕。我说不出口，你能不能别走？留不住你曾对我的温柔，此刻我忐忑的心，你勉强的表情，爱情到底是怎么从美丽慢慢凋零？每一个夜晚我都还梦见你，也看到天真的自己，还记得我们当时如此相信，月亮会一直带领往幸福的路径。月亮也听见你说，说你会一直爱我。哦，梦里鲜红的蔷薇，一睁眼是苍白的玫瑰，它躺在月亮下，纪念着曾经最真挚的爱。记忆里快乐在真切，早已被冷空气凝结，而此刻月亮下，只有伶仃的一个目的，守护着死去的爱。不懂为什么你每一点的舍不得，面对这陌生的你，眼前这陌生的你，哦，我努力忘记，就算我是真的求你别走，就算真的勇敢地说出口，此刻我脆弱的心，你麻木的表情，爱情真的就这么从美丽慢慢凋零。每一个夜晚我都还梦见你，也看到天真的自己，还记得我们当时如此相信，月亮会一直带你往幸福的路径。月亮也听见你说，说你会一直爱我。梦里鲜红的蔷薇，一睁眼是苍白的玫瑰，它倒在月亮下，纪念着曾经最真挚的爱。记忆里快乐在真切，早已被冷空气凝结，而此刻月亮下，只有伶仃的一个目的，守护着死去的爱。对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刚开始唱歌的时候，我唱这首歌是完全唱不上去，就是这个调我都唱不上来，就是很吃力。把你手中捧的那一束玫瑰，和耳边轻轻说的那一句，擦了黑，擦了黑，至少你能不能别忘记？梦里鲜红的蔷薇，一睁眼是苍白的玫瑰，它倒在月亮下，纪念着曾经最真挚的爱。记忆里快乐在真切，早已被冷空气凝结，而此刻月亮下，只有伶仃的一个目的，守护着死去的爱。死去的爱，死去的爱，死去的爱，去的爱。
新老派的那个吧。枕枕头睡可香了、啊，哎，好长时间没有唱《小幸运》。我们再唱最后一首歌就下播好不好，就是最后一首小幸运送给你们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心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给全部人的真心，与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？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。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，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我能做回我自己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也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哦，他会有多幸运？谢谢不喜欢喝矿泉水送的树给宝宝，谢谢小人送的宝宝，谢谢星仔送的宝宝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谢谢橘子送的三个荧光棒，谢谢 J A Y D A 送的二十个荧光棒，谢谢大象送的二十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我要去练舞了。谢谢顾川元送的13个荧光棒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